烤火龙果呢，还拿到了马来西亚 Book of Record 全马最大的火龙果建筑。今天吃的这些美食料理的颜色看起来非常的祥和，当然啦，都是用火龙果哈制作的，它是烟熏鸡，很香。它的肉呢，真的很扎实的，然后每一口都是有那个 smoke chicken 的味道。所以有机会来这边看看，吃一下好吃又健康，活着，营养满味，只在八度空间。